多朋友在打造新家的时候，第一个就会想到说找设计师来帮我们规划，统包来帮我们施工。但是有时候偏偏在最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房子啦。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为大家想出了一个方法，让大家可以又轻松又自在又简单，第一次小白买房子就把自己的家打造得非常有味道哦。做了一个免费的秘籍，欢迎大家呢今天一定要看到最后，我要送给大家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资讯，欢迎按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开始来逛街咯， GO！